你好，铁门，你做什么呢？你好，我正在看电视呢，怎么了？是吗？你现在应该学中文，想提高中文水平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不想睡，好。马上就要放寒假，你打算做什么？这个寒假，我打算回家，我要跟朋友们看电影、运动。运动，天气太冷了。对，谢谢二位。我很喜欢跑步。我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想跟我问题跑步吗？不，你想去墨西哥饭馆吃饭吗？不，我不喜欢吃墨西哥菜。我喜欢吃中国菜，你喜欢中国菜吗？你们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你们想去中国饭馆吃饭吗？好。对不起，我10分钟以后要跟我的朋友一起回我们的宿舍做功课。好，现在再见。再见。嗨，好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好吃的不得了。那家饭馆的米饭好吃极了。你看见我的电脑了吗？我没看见。你看见我的书包？我也没看见。我不知道。你觉得 Zack 拿了我的东西吗？Zack？不，我觉得 Zack 没有我们的东西。看这张表格。啊，小偷！可能我们的东西让小偷偷走了。要是我是小偷，我要去哪儿？我知道，不，我知道。小偷，小偷，小偷，我看见小偷了。小偷在哪儿？他下楼来。我们快去！小偷！你把我们的东西害我们！我没有你们的东西，我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小偷，我是 Vanilla Ice。Vanilla Ice， 太好笑了！我是小偷，我偷走了他们的东西，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们。我想教他们一课。小波，不好，你们找到了我。可是为什么你拿走我们的东西？因为我不知道。太麻烦了，可是你是我们的朋友。不是我的朋友。